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。Hello， 如一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 Name Wee 黄明志，希望可以去到香港。我感受到好似佢哋嗰个主办单位好似有压力咁样，我希望有人去帮手解决呢个问题。我希望去到红馆，一个梦想嚟噶嘛，要完成一个梦想，唔好一直原地踏步咁样，冇进步噶嘛。我希望有人可以政治人物都得，咩老细有钱佬咩都得，帮我哋搞掂呢件事咯。我觉得有唔公平咯，咁样，因为仲未到啊嘛，50年仲未到啊嘛，香港。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可以创造的地方。因为我是看香港的电视剧或者电影，尤其是电影和音乐。这两件事我自小看到大的。是香港人教我们怎样做音乐，怎样拍电影，身为华人。所以我听到那些歌，这样的歌，还有看过这样的电影，那些黄秋生那些电影，还有那些，我们是这样长大的。但现在我大了，我可以这样去做音乐拍电影，但是我去到那里，人家说、这个不做得，这个不唱得，这个歌词不写得，这是什么来的？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。尤其是那里的歌手以前唱过的歌，现在是不敢唱，这个不唱得，是好像有些好好笑咯，我觉得好好笑，好搞笑咯，这件事。是啊，好心痛啊，是啊，因为好像什么都没了。我期待的一样东西我大了，但是那些东西没了，是这样的感受。是啊，是啊，尤其是马来西亚，我自己的国家就是很有难度。因为之前我做了第一场马来西亚，我都等我做那个万人演唱，我等了9年。我第一场呢，我等了7年才做得到的。因为我9年前我现在计起是应该是2010年我就要做一场的。是被那些极端分子抗议啊什么啊报警啊就做不成。我等了很多年才在2019年做到。所以那一场是一场我很难忘，其实第一次做到。就好似紅館咁樣咁大嘅演唱會，申請就申請到，但係好多嘢都嗰、歌詞啊、表演內容啊，仲要俾佢哋睇先嘅，仲要 approval 嘅，仲未嘅其實。我就係驚呢啲嘢咯，所以而家我哋換咗政府啊嘛，呢、這個政府嘅佢哋啱開始未到一年嘅，但係佢哋。感觉啦，我好似系自由啲嘅，系 free 啲嘅，但仲未知啦，因为 free 唔 free 你睇我演唱会呢度知啊。哇，好多，但系我惊佢哋唔敢，好多期待嘅最想合作嘅，当然系四大天王咯，或者系古惑仔嗰啲咯。古惑仔我之前合作过，但系唔系做新嘅作品，系电影金像奖一起唱歌，我做过，应该是做过一次，系好，我觉得可能而家唔系好适合咯，因为佢哋会惊，我觉得啦，我仲未去揾啦，我自己系冇嘅，我自己目前系冇嘅，但如果要真正去揾嗰啲歌手或者系演员合作嘅话，可能佢哋有咯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，我看你们的电影长大，看香港的电影这么自由，什么都拍得，三级片啊，那些谋杀啊，那些人肉叉烧包都吃得，什么都做得，歌什么粗口什么都唱得，现在我大了，我想一起做，你们不敢，你们那些不做得，那些不唱得，这样我很遗憾，其实很遗憾的，很失望的，其实是啊，很想跟你们一起玩的嘛，我是 artist 来的嘛，一定，因为好想一起去玩呢啲嘢噶，
因为艺术就是咁，咩都讲得，咩都唱得，因为艺术是代表生活，代表社会，是反映个社会发生的事，电影都是，音乐都是，所以不应该是有咩限制，咩唔应该，如果有的话就唔系艺术啦。